升级论证。咁啊，今日同大家讲下就呢只3323中国建材吓。咁因为其实见翻咧，就系第一件事就煤炭价格升得好犀利嘅吓。咁所以如果你煤炭价格升嘅话咧，同水泥或者基建相关嘅所有嘢都会有一个联动嘅反应喺度。今次嘅一个基建嘅周期已经慢慢开始行翻出嚟啦。咁我会觉得水泥就会系好直接受惠到嘅。咁3323就会系佢个盈利嘅表現可能會挫少少啦，冇咁穩定啦。咁但係就因為佢借貸嗰邊係相對比較高嘅，咁所以如果嗰個水泥價格升得好犀利嘅話咧，理論上佢嗰個經營杠杆係會係最大嗰只嚟嘅。咁所以就大家如果想博翻話，喂，即係水泥方面有個唔錯嘅復甦，我想博破頂嘅話咧，3323應該喐得最快嗰只啦。參考 Casper 的分析，如果看好中國建材3323的話，星展有隻 Column 12504可以留意的。12504這隻貼價的建材 Column 行勢價是11.3，四月份到期，實際槓杆給到7.6倍。 Casper 的上升參考價看到13元那麼遠，所以如果拿回大概一個星期至一個月參考時間值選號的話，如果真的去到13元，潛在的升幅依然有大約1.7倍至2.2倍不等的。